说话，我叫于雨涵，今天带来的曲目是专属天使。感觉唱歌的时候还是有点体态有点夹住，没有打开，然后呢就是鼻音还是蛮重的，然后还有最后就是最后一句的音准就是一直没找对，有点跑调了，有点感冒。相比你之前，你觉得声乐方面进步在哪些地方吗？词儿记住了，然后呢没有这么的紧张了，心态变好了。对，然后呢就是音准要好一些了。这段时间是不是自己在声乐方面下的功夫会比较多一点？听的更多了，但是练的时间也是要多，比之前多。对声乐挺感兴趣的吧。大家好，我是TF 家族左航，我要带来的歌曲是《红豆》。嗓子的影响，没有发挥出平时练习的状态，有点可惜吧，自我评价中等吧，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感冒也算是实力的一部分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如果今天再状态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之前有很多人说我唱歌白嗓嘛，说我学，就是这不也学了3年多了，怎么就白嗓了？然后就，但是还是下了功夫，有在好好的调整，在技巧和声音的发声位置上，再往好的方面发展一下吧。老师好，我是郑俊豪，我的声乐曲目是《灵猫传》。风吹着明月，雨吹落心如雨，他就像唱着曲，猫儿睡在怀里。何处的声音隐在他心底，开一朵涟漪，众里寻他刹那的抑郁。听说想象中却走到手指的光谱，是天然青丝繁星的往上下，恐怖的找四方有情，一个小天地不必看了翻去一人而已。温泉上笑笑，我尽力了，因为嗓子状态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硬件方面肯定是就我自己也操控不了，然后就只有在表现力方面就是尽力而为。对，没有练习，对，就是因为要中考了，有点慌，多唱点比较温柔的歌。不是说歌词温不温柔，我是说那个曲，歌曲闹不闹，燥不燥，或者柔不柔。唱了太多很闹的歌了，唱点静的歌。各位老师好，我是朱志清，然后接下来是我声乐考核笨小孩的道歉信。听说在几公里之外，也住着一个笨小孩，他努力和勇敢相爱，从不怕重来。他知道世事要忍耐，没变好也没有变坏，哎哎，更没有期待的未来。有点紧张，然后发挥的不是很好，然后副歌吧就太有点太高了，确实有点太高，觉得主歌稍微好点好点吧，可能就是我觉得最多可能还是有点紧张，对，可能有点抢拍。我觉得主歌的话一些音准还是比上一次稍微比以前稍微进步一些吧，60吧。发挥的可能确实没有练的时候好吧，然后感觉但也没有发挥的很失常，我觉得稍微给自己鼓励一下吧。老师好，我叫穆志成，然后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他不懂。
自己感觉还好，可能这次有伴奏，感觉唱的比上次稳一点。不好的就是气息有点不够，然后还有就是后面有些地方唱的有点费力，没有运用好，没有就是没唱上去。上周就是因为感冒了，然后所以其实也没有大吼大叫什么的，然后就是感冒，然后导致的一系列。然后现在呢，懂得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就是要预防一下，多喝热水，然后不要大喊大叫，然后还有什么，少吃辣的，少吃冰的什么吧。大家好，我是苏金浩，我今天的考核曲目是《种子》。有注了一见注定沦落玩笑的荒凉，又打了一场没有谁成为王者的仗，又睡了一张拥抱冷淡后离开的床，又做了一天关于别人理想的肖像。什么是梦想一瞬间的空想，什么是繁忙空虚中的逃亡，什么是自由无止境的流浪，什么是快乐指缝间的月光，什么是爱情寂寞时的憧憬，什么是拥有失去前的幻影，什么是回忆回不去的曾经，什么是清醒是平凡的命运。如果你也感受在黑夜里孤单，需要一双肩膀请等你为刻下单身。如果你想疯狂哪怕一次就终生坠入无能，寻找心底那片海洋多宽广。谢谢。都感觉还行吧，感觉，因为在忙学习嘛，可能是准备的时间没那么充足。对，然后有些地方没有练得很好，对，高的地方有点虚，然后有点控制的不是很稳，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我这次那个假声就算是挂上去了，没有像之前考核那种样，就是会劈一下，这次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唱的这个方式跟上次不一样，这次这个音比较高嘛，就是都是在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快到我换声点的一个差不多这么一个音域，所以需要那个方式肯定跟上次那个不一样。对，感觉这次这个技巧上面没有做得很好。对，因为上次那个不一样嘛，上次那个歌没这么高。对，打分6.7吧。在这次这个技巧上面呢练的不是很多，自己也不是很熟。对，可能掌握的不是很稳。对，大家好，我是小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意外》。我在清晨的路上，谁给我意外？我在深夜里旅行，谁给我遗忘？挺好的吧，就是现在唱歌就是换了一个新的点位，也不是说换了一个，就是最近学的点位挺多的，现在就是有在学习更难的一些技巧和点位，就是怎么唱就是
更好听。一首歌有很多种唱的方法，就是选择最好的一种唱法，享受音乐吧。大家好，我是左航，我的考核曲目是一个很拽的 humorous boy。I won't be an internet rapper cause I haven't been trying to get it so bad, but I'm kidding. Now my favorite MC get it, it's on better mid, let's get it, Level 3 of best, You'll be passed, Never mind about any pain, crush my enemy's game. Come back, my style always on my cue, get it from my eyes, you know the tube, bro, I'm big, got short side, whoa.Moving, I can check my goals. I will swallow success whole. Got me feeling so great and ready. I'm ready to take photos. 这条路充满迷雾，道路高低起伏，他们企图把我技术扣的技术黑。于是这把力度是被力度开大，天都无法立住，我也不会心动，把嘴闭住，给我记住，注重密度。我的义务就是化解他的嫉妒，没人把他庇护，他们那些态度我都不屑。My flow cold and left out， 之外可以换气，干他马上吐血。I won't be an internet rapper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get it so bad, better in cash.Now my favorite MC get it, it's on better mid, let's get it, They were free of bias, You'll be passed, Never mind about it anyway, crush my enemy's game. 谢谢。原创的，我是在嗓音上做了一定的开发，就是一种可能平时不怎么用到的嗓音嘛，就平时觉得人家唱什么低音的歌曲可能会觉得挺帅的，但别人拿来唱低音歌曲，我拿低音试唱说唱，然后发现是一种全新的感悟。这个题目呢想得很草率，但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们就觉得这个立意还行，然后那就这样吧，还挺符合个人性格的草率，就是我的意思嘛，一个很拽，但是他的那个谐音又是 dry 那个拽，就是又有点无趣的那种嘛，但是无趣又是 humorous， 就无趣和 humorous 可以切换的那种，就一个百变的性格嘛，一个百变的人嘛。我现在写的词儿还是很像一个，就很像一个小朋友会写出来的词儿。我觉得想往那些成熟的 rapper 的那个地方去靠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词儿就需要时间来沉淀一下。老师好，我是张俊豪，今天我带来的歌曲是 Skywalker。Hands and face, the tuning power past the one. Love my mother, don't know where my father. I want to live the soul life anymore. 遇到了一个自称会员的老人，说我是宇宙中未来的 Skywalker。他说我的身体有很强大的 power， 要把我带到那不星球王国。逃离自由前，我去修炼，告别了陌生，一走就是好几年。成为一名绝对没人可以惹得起，逃离这里，来自空间就在我手里。我比王老师教我。如果是用原理，我明白当然才是绝对的真理。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and me。蓝色空间有他的身边，我不怕危险。谎言，我即将走进远离黑暗面。预言中的孩子会接受命运束缚，我要扼住命运的口，我想那几乎轻易碎片。我脑海里默契若隐若现。谎言，我即将走进远离黑暗面。预言中的孩子会接受命运束缚，我要扼住命运的口，我想那几乎。日本人很好，然后就只有在表现力方面多一点点。上次我本来想写这首歌，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时间，我就只有唱了一个我最开始写的一个片段。然后这次就是真的 Skywalker， 我写的星球大战里面的一个人物叫 Anakin， 是达斯维达前身，让听众自行感领悟。我其实我自己我感觉还没有这么，因为毕竟我后面的路还很长嘛，我还没有到他这个地步。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志新，然后接下来是我的 rap 考核目。
不知在讲什么，但又没有心事。像在童话故事，生命不会消失，脸上微笑的背面不会存在蔑视。转瞬即逝，看极致的华丽绽放，演绎几日不停止，漫长平凡而又微亮。流浪汉不再游荡，孤独的人不再惆怅，好人坏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每个生命都有自己隐藏宝藏，里面的东西不止珍贵而且闪亮。拿着雨伞站在夜空之下眺望月亮，流星出现点闪银河让人难忘。时间逐渐模糊，惆怅时间慢慢淡化，不知是否化成，但是我会选择继续踏上。OK。分满的话6分，感觉主歌唱的有点拉了。主要好地方其实这次尝试了就是副歌嘛，然后写一些旋律的东西，尤其是上一次我写的全是说唱嘛，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是迈出了一步。对，因为我感觉如果全是纯 rap 的话，其实就给人印象感就是很不深刻，我觉得，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主题嘛，其实就是它的 hook 副歌。对，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是在自己梦里就是那种自由感吧。老师好，我叫于涵，今天带来的曲目是《恋爱 ING》。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这个 OIZ， 让我重新认识。感觉这次比上次失误率小一点了，然后呢律动会好一些，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会弹错，还是有点心理压力。最后一段的副歌部分吧，前面都还可以，没咋失误，然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突然开始慌了，然后呢就错了两个地方，因为要弹完了，然后呢很激动，一激动心就慌了，感觉律动比之前好一点了。满分10分，那这次7.1分。规划嘛，律动再进步一点，然后呢再可以学点新东西。各位老师好，我叫朱志新，然后接下来是我背景考核，我的天空。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跌倒的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我觉得首先就是选的这个歌的难度就跟上次不一样，然后就是其实这次这个我的天空就比上一次其实要难很多，我觉得还是难的挺多的，切换很多节奏，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嘛，其实我觉得还是比上一次好一些。我就是感觉有时候在那个节奏，有时候又不在那个节奏。我觉得首先先把节奏稳定了，然后先稳定节奏了之后再看，就是再加一些花之类的。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我是 TF 家族总行，我要考核的曲目是 Beat It。
要平时多积累，感觉才能驾驭得住，很需要平时基本功的积累，进步不是很明显。我觉得架子鼓是一个需要厚积薄发的乐器，就是当积累的多了，然后自然就融会贯通了。我现在就还不够，还不够。老师好，我是张俊豪，今天我考核的曲目是一路向北。将就吧，因为我打快的歌打多了呀，然后打那个慢的歌我就很容易抢拍，然后所以说就练一些慢一点的歌，对，然后要把自己节奏慢下来。我感觉没有把这首歌里面最特点的地方打出来，就那几个花后面的那几个，就是进高潮的地方那个花没有打，就打了一半嘛。然后感觉前面呢没什么变化，但是还是比较稳吧，比较稳，但还是有点抢。其实我比较对那个爵士比较感兴趣，爵士这个风格听着让人觉得很舒适，而且它不困呐，听着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感觉有时候听着慢一点的流行歌曲我听着困，但是那个爵士我听着真的一点都不困。我想做这个尝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好，然后这边是我们给到的歌谱，然后给到你20分钟的时间，你自己进行即兴创作，好吗？20分钟之后，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你现在为人声伴奏。时间仓促，然后认谱认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是脑子有点乱了，对，感觉这个时间就有点过得很快。我当时前面认了一半谱的时候，我还没想出来这个歌到底是啥歌，然后当时到可能就12、13的时候，然后听一下人声，然后才发现是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是头脑风暴去配了一下，然后呢左右手的这个编配呢
可能这次可能经验没那么丰富，然后有点小简陋吧。第一次还算怎么说呢，顺利，还算顺利。因为平常我的弹右手弹的比较多嘛，左手可以就是弹一个，比如说像唱的，就是像唱的一个什么爬音呢、啊、就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就这么弹，都这么练。比如说我平常就是这么弹的，然后练的这段时间呢，我也会比如说就是左手这么弹，对，就左手加了一个，这么一个爬音往上爬这种。下面一个阶段我还暂时没想好，对，我可能听老师他怎么给我分析一下这次这个考核，然后再给我做一下这个总结吧。老师好，我叫于涵，今天带来的曲目是年少有为。错的太多了，还不甚熟吧，弹的不够多，方法有错吧，可能就光弹去了，没有去改问题，有些时间也能练其他东西去了，然后吉他练的都挺少的，有时候因为弹不好就有点消极了，就很着急，一着急然后就萌生了不想弹的想法。贝斯因为可能起点比较低吧，然后呢进步的就比较快，这吉他弹了这么久了，可能就没有意识不到自己能不能进步了，就感觉进步不了了，有一种感觉。还有部分就是练得挺少的，导致了这瓶颈期有点长。老师们好，我叫穆志成，然后今天带来的弹唱曲目是《孤独患者》。生死离解的情歌。
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或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谢谢。对比上次还是对比上次，至少这次呢，没有弹错和弦，熟悉度吧也比上次较好一点，可能这次没有伴奏，然后就是暴露的缺点有点多，就是有些和弦没有按稳，然后就声音有点痞了，就有点呲了，弹呲了，唱和弹的节奏它有时候不是在一起的，就配合上来说的话还有欠缺，就有时候经常会容易被把吉他的节奏把唱歌的节奏带走，尝试的新东西啊，试着搭配一些和弦吧，可以自己编一些旋律，就是和弦旋律那种，就扒一下。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邓，然后今天带来的弹唱曲目是晴天。故事里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啦嗦嗦西哆西啦，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追着天哭望着地，默默想起花落时折凋落。你说少年那一天，是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那是下雨天，我好想再一遍。为什么这距离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一遍，你会等待还是不等？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还行吧，跟之前比的话可能情绪更有起伏一点，就是会有去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像之前一样就是音会劈叉，和弦都按响了的，因为之前吉他这一块的话练的不是很多，现在练的会多一点。加油，你是最棒的。Thank you.
比上次好，可能这个舞就是感觉上来说比那个要简单一点，所以跳起来就比较轻松。跟上次做对比的话，就第一个动作是顺下来了，对于这支舞的控制比之前跳感觉要好一点，框架有点小，有点打不开，然后就是可以多看就是那些就是翻跳过的，就是那些原版的舞蹈视频，然后去多找一下，然后多问一下老师吧。那个小小的目标吧，前四吧，我觉得应该要逼一下自己，还是努力一把。行吧，这是第二个上场，也没有怎么影响到我的心态，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每次抽都是前几个，我已经习惯了。反正抽到后面了，我也不以为然，反正都一样，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这个顺序其实现在没有那么影响到我了，不像以前那种。我尽量的就是去把老师那些就是给我扣的细节去做的到位，但是可能又会有一些小的出入吧。因为我本来完全可以跳另外一支舞，叫那个什么 Tiger Inside， 那个舞其实比我这个桑德尔学的久一点，其实那个我更有把握一点，而且那个比起这个时间可能要短一点。但是我想嘛，考核，我觉得像就是考核就是突破自己。其实我不是很看重那个什么分数还是那个什么排名那个啥，我觉得就是突破自己就行了。我觉得如果选那个 Tiger Inside 的话，自己跳就太舒服了。我觉得反而跳了还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锻炼到自己，所以我选的就是这个，Thunder。对于我来说，应该算挑战成功了。我不管最后那个分到底怎么样，我也觉得这次对于我来说算是挑战成功。下一个阶段的话，我想就是把这个风格、这个感觉刻在我的那个骨子里面，先把这个点先给它牢固做好了，再去追求新的东西。各位老师好，我是孟佳欣，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舞蹈是《Move Something》。有些细节没有处理的比较完善，就是不同片段动作的力度、核心的力量都挺欠缺的吧。
跳舞的时候就去想一想，就是哪些地方该用力，哪些地方该放松，然后就是框架打开之类的。嗯，还是多练体能，然后就是有些地方问问老师，还有就是要用脑子跳舞，不要用身体跳舞。老师好，我叫于玉涵，今天带来《飞舞快乐》。有点紧张，就是小腿有点发抖，但是跳的时候那个小腿一直在这样，感觉有一点点抢拍子，但还是不是很明显，就可能抢了个0.25拍吧，其他的都还好，而身体有点紧，没有放松。然后今天的第一个没有打出来，我整个身体都出去了，但是可能是一下没找到那个感觉，第一下就没打出来，后面几下还是尽力了，后面几下。因为没怎么专门练过 pop 这个东西。6分吧，我有上一次的经验嘛，就因为上一次考核就是可能自己当时太激动了，然后可能就是太猛了，然后这一次其实跳之前就自己还是比上一次要冷静很多，对，而且再加上今天选的这个舞蹈也是就不用 那么用力的去跳，就是要轻一点的感觉，对，也会有一两个动作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站不稳，然后脚有一点抖，如果要说瓶颈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要再突破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还要我自己去探索。我觉得我对自己最低的要求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发蛮力跳舞，就肯定要还是要轻柔，哪些地方该发力哪些地方不该发力，就要做到层次感。然后还有就是表情了，就是每个动作都有它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不同的表达，然后就是有时候表情也要切换丰富一些，就是舞台表现力的那些。
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坐下来就好了。舞蹈方面感觉跟平时发挥的差不多吧，就是那个帽子，就是我那个动作有点幅度有点大，那帽子一直往下面滑，然后扶了，刚刚扶上去隔一会儿它又滑下来了。目标就是可以比较稳吧。好，现在抽一下签儿。不是你拿两针啊！抽一绝对是一组。一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怕啊。好，大家好，我是 Free。唯独脚步不光是苦，来起舞也是在那木下很苦，一切都只像不服输的少年一族，换上许多觉悟，但就比得尘土也让落落花像手指腹，站立在这战场拒绝臣服，只能抽血的睁开眼看清楚，背后是荣光的国度。当黑夜放慢速度，东方露出了鱼肚，那慌张也不再不说，看战火蔓延过肌肤，我忘记有退路，用力将位置奔赴，壮士的勋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中疯长，等我蜕变见证荣光，消失的战衣是我坚强，不惜沸腾让风声滚烫，飞向巨眼睛往那方才是我的模样，充实的勋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正疯长，等我蜕变见证荣光，消失的战衣是我坚强，呼吸沸腾让风声滚烫，飞向巨眼睛光亮大方，这才是我的模样。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有点拉吧，对。第一台就记得参差不齐。嗯。但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因为除了上课时间，平时下来没有在一起合过，
就只是上课那点时间可能达不到想要的那种效果。那每个人对自己的表现单独说一下呢？你先，你是队长。哦，我先吗？好。然后其实一开始我自我感觉稍微有点强，一开头啊，第一个动作最后那段副歌稍微唱的有点吃力，对，因为没有，就可能没气了，对，可能气息，对，气息问题。我觉得舞蹈就平时练的那样吧，一般吧，把一些重心分配到了舞蹈上面，然后就可能稍微力使大了点，然后后面唱的时候会有一点气息不匀，然后应该叫气息不稳定，就会有一些喘，就会有一些喘，听起来会抖。那舞蹈虽然说力使大了，但是感觉效果也不太行。我也是开头的时候可能慢了一点，然后没有卡好节拍。其实我们是个层次。对，一二三，就力使太大了，就没有注意呼吸，然后就要到唱的时候就呼吸调整不过来，就只能说是完成了动作，但没有做到极致。好，那最后每个人再说一下自己个人在唱跳方面的下一阶段的一个练习的目标吧。把这两者均衡，就是达到保唱又保跳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就要协调一下，平衡一下，就是尽量都能做到平均一点，就不要有一项和另一项可能相差太多。对，反正两者都要均衡，就是不能偏科。三二一，练唱抗压。少年一族唤醒自己的觉悟，把生命的征途也让路，不放弃自己不站立在这战场，去学习不只能进入的心态也该清楚，被红是荣光的国度。当黑夜放慢速度，东方露出了雨露，那广场也不再弱，看战火蔓延过去，复活忘记有退路，用力将未知奔赴。消失的勋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见锋芒，等我蜕变剑指荣光。消失的战意是我坚强，不惧飞腾如风声滚烫，飞向去远牵挂了那方，这才是我的模样。充实的勋章已经擦亮，决心和勇气即将登场，燃烧的信念见锋芒，蜕变剑指荣光。消失的战意是我坚强，不惧飞腾让风声滚烫，飞向去远牵挂了那方，这才是我的模样。好，队长先总结一下。开头挺不错，后面就不知道，后面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一个队友他今天没来，对，所以我们这个队昨天呢，我们队形从四个人变成三个人了。就开头那个队形好像有点不对称，后面的好像还感觉还可以。唱的吧，感觉副歌时候呢稍微有点抖，感觉其他的自己的感觉还。算是完成了，还算稳，比较稳吧。那每个人来说一下，这次哈，仅是这次的考核当中自己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谁先说？你先说。我先说啊、哦，我这次好的地方就是
我这次全程都看了镜头。真的假的？真的，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全程都看了镜头。哦，就是开头我自己的那一句，可能是因为开头跳的有点猛，然后我第一句可能口水有点多，咽了口水。我觉得我先说不好了吧，就感觉我到我那段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那个感觉有点没有表现出来，不是那么的突出吧，就感觉动作有点可能没有做开什么的感觉。对，上次自己我们考舞蹈嘛，当时也说了，就是我们自己问题，因为我也是那个有时候不容易看镜头，然后就是可能会瞟嘛。我感觉这次还算感觉改了一些，然后其他的唱了吧，副歌我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的抖了，没有那么的不稳了。对，我觉得这次算副歌唱的还算可以吧，感觉。好的地方就是，副歌部分就声音大一点了。上次唱长大的时候，我会放几句，我长大的时候就有几句不会唱，空了，因为气过来气。这是因为体能也会训练，就是跳蛙跳唱歌那些，感觉还是作用还是挺大的。然后呢，这是狼少年还是全程都坚持了下来吧，虽然副歌还是会有点抖，但比长大好了还是。然后呢，不好的地方就是动作分配不够均匀吧，力气我跳到后面都没力了，就动作已经散了，前面有点用力过猛了。我们呢还是比较有团魂，比较有默契，我们三个。对，哎，默契吧，肯定跟他一样啊。这是两个很强劲的队友。我觉得他们三个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三个就是高身高很不是肯定都不是很平均嘛，所以呢，但是呢，他们跳的那个舞呢，其实也还是挺齐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身高差距有点大嘛，但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他们是一组很强劲的对手。我觉得我们就是更贴合，就是主要是我们那个分词有些地方改了一点。如果我们那个分词就是如果能提前的就是比如说知道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按我们就是第一个分词那么改，我们那个分词可能就会更细致一点。不像我们昨天就是临时改了个词，就是然后那个词也是临时分的，所以我们那个动作就可能没他们那么细，因为他们是每个人都知道唱什么，然后他们没有改，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动作啊，他们设计的细节他们都可以完成。然后我们是突发状况嘛，所以有些地方就没那么细。所以这里我如果是一个当时之前预定好的话，可能这样这里的设计可能会更好一点。